原因很简单嘛，为善最宜乐嘛，也就是施比受为更有福，所以这个是我一路来很相信的，所以之一鸣大哥一找我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，那就做吧。那这次会做这件事呢？首先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再加上呢，这阵子我发现到很多的医务人员可能经不起压力啊等等都离职了，那我就想说，那就能够用什么的方式来谢谢一下这些医务人员。那因为所谓民以食为天，那我本身也跟吃很有密切的关系，我就想说，哎，倒不如来做吃的。那这样子我来召集一下我认识的一些艺人，首先呢，陈丽珍是我很久很久的好朋友了，接着就是朱厚任也是。那厚任呢很热心，他就帮我找到了刘千亿大哥，还有我们的王艺清。我本身都在前线工作，做得很辛苦，但我只有在此继续的跟大家说加油。